请问各位，挖掘机在哪里作业工作？我相信大家的回答肯定是地面呀，但是还真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时候。昨天在重庆，一架挖掘机就爬上了10层楼的楼顶实施拆迁。您看这个图中啊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开玩笑，这可是10层楼的高度啊，而且楼顶还站着施工人员。您肯定和我一样觉得特奇怪，挖掘机没有胳膊没有腿的，这么大的块头怎么就上了10楼了呢？不过呢，施工方一直到现在没有给出解答，但是呢，我们特地为您找了一段视频，也许就是答案。这个呢是德国的一个挖掘机爬楼的视频，还挺神奇的。人家本意呢是为了宣传一下挖掘机品牌可以爬楼啊。您瞧，这个用挖掘机前面的大铲子扣住墙面，然后下方的齿轮链条再抵住墙面，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面爬。也许重庆的就是这样爬上去的吧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么拆迁挺危险的，虽然楼内没有人，但是呢，对于操作和施工人员是不是不安全呢？看着就挺悬的。